好不好？来，大屏幕开始滚动。好，停。C 区七排零九座，A 区六排零四座，C 区一排十座。恭喜这三位朋友。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一博现场签名三份平安人寿的礼盒。来，一会儿呢就要送给这三位幸运的朋友了。一博王，你拿麦，来。亲笔签名哦，我们的平安真享 Run 礼盒里面有我们刚才介绍到的非常多的一些健康福利，回去之后可以 A 收到礼盒的朋友们可以打开礼盒，发在微博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这份非常幸运的独特的礼物。好，OK， 谢谢一博，稍后呢，好，谢谢，我们稍后会把这份礼物找到这三位朋友送给你们，代表着平安人寿跟一博的一份心意。那接下来其实要说到了我们的平安人寿，一直也是为广大用户提供专业、便捷、友善、安心的服务。每一次呢，都会从我们的客户需求出发，开展特别暖心的回馈活动。所以今天我们要回馈一个特别的人，我们要回馈你一份礼物，而且这份礼物呢，也是一份特别的大礼。我们有请到的是中国平安集团首席数字运营官。运营执行官兼集团科技会首席数字营销官黄红英女士为一博送上这份礼物，有请黄总。一博，这个是有着您的非常非常帅的形象的。我们大屏幕同时也出现了这样一张形象。这是我来给一博和伙伴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中国平安人寿为一博专门定制的健康服务卡。那么服务卡，对，这个健康服务的体验卡，今天一博你将是一号体验官。对，你们希不希望一博平安健康？希不希望有了这个平安健康体验卡之后，24小时有专业的医生为我们一博守护，有专业的营养师、健身师、心理师为我们一博保驾护航。好，用你们的掌声，我们一起把这份礼物送给一博好吗？好，送给一博，来，两位可以一张。001号健康服务卡送给了王一博，来自我们平安人寿。也希望各位可以像黄总说的一样，你们也一直萦绕在一博周围支持他，谢谢。好嘞，来，我们把这份礼物收起来，请二位移步到我们台侧。其实要说到了健康服务，我觉得刚才来，我们往这边一点点，说到了健康服务，就像黄总说的一样，我其实特别想问再问黄总一个细节一点的问题。刚才我们说到像一博其实是艺人，当然我们知道艺人的生活可能没有办法像我们普通人一样那么规律的去作息，那么那样的去每天三餐。如果通过您的角度送一博一些叮嘱或者祝福的话，您会送给他什么？少熬夜，对不对？可是白夜已经经常在夜里出现，因为一博我们当时拍 TVC 的时候，一博你还记得吗？拍到晚上很晚，真的是熬夜的。其实像一博他们这么薄不容易的，我们给他再一个健康手势好不好？是，对对。然后呢，我如果要祝愿一博，就希望一博能够越健康越平安，不管有多薄，不管有多辛苦，健康的理念要有，健康服务体验卡要体验。对，平安真享让为一博和为大家保驾护航，希望所有的伙伴们都能够越健康越平安。哎，一博也收到这一份祝福了，我相信不管是黄总的祝福也好，还是我们的体验卡上的这些服务也好，都是希望一博可以照顾好自己的身体，用最健康的身体去让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作品。好了，既然说到了健康祝福，那接下来请二位移步到我们台中，我们要邀请二位跟几位来宾一起来完成我们的心愿新年启动仪式。来，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平安集团高级品牌经理陈洋洋女士，平安人寿湖南分公司副总经理肖豆女士，平安人寿湖南分公司副总经理吕磊先生，平安人寿湖南分公司副总经理王毅先生来到舞台，跟二位一起来完成。来，请各位来到舞台，一起来完成我们的新年愿望启动，有请各位。新的一年马上就又要开始了，相信今天在这样一个越健康越平安的环境当中，可以感受到大家的祝福，所以
接下来我也邀请各位把手里的闪光灯可以打开，我们一会儿现场变成一个星星的海洋，一起来为现场及屏幕前的每一位朋友，为自己为家人来祈福。来，各位准备好把闪光灯打开哦，一会儿我们场光会调暗，会变得非常的漂亮，也请我们台上的各位准备好把手放在我们的启动仪上，我们全场倒数三秒，三二一，我们在这里就为大家开启了新年的祈福，希望每一位我们在场的朋友都可以健康平安，财源滚滚，当然在新的一年当中谱写自己的财富健康新密码，希望各位可以家国共平安，家家有平安。也请各位看正前方，我们合影留念，代表这位所有的朋友开启一份新年新的祝福，也希望我们的平安人寿可以有更多的朋友加入到大家庭当中。好的，谢谢，谢谢我们舞台上的各位领导嘉宾，可以继续回到座位中观礼，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各位，谢谢黄总，可以回到舞台继续来观礼。来，一博，我们到台侧。其实刚刚一直在说新年的愿望，我倒觉得其实不用问一博新年的愿望是什么，一定是给大家带来更多好的作品，但是我替大家帮你说一个愿望好了，他们的新年愿望其实很多人在说，就是希望一定一定要多休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健康，然后别咳嗽了，这是你们最喜欢说的，但是我相信一博一定会在我们平安人寿的加持下会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多好的作品，所以接下来我们邀请一博来到舞台中央跟大家完成一张大合照好不好，来一博我帮你拿麦，在舞台中央有请摄影老师，现场所有的朋友，一博可能麻烦你给半蹲，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你们最阳光最健康最有活力的笑容，同样还是那一句话哦，我们邀请各位现场的朋友们要喊出我们的口号，是越健康越平安。一博可能要麻烦你要做出我们相应的手势哦，来跟一博做相同的手势好不好，我们邀请现场的朋友和嘉宾一起来，越健康越平安，再来一次，越健康，我们的口号就是越健康越平安 ，OK， 好嘞，再次谢谢，谢谢我们的代言人王一博，今天跟大家在长沙又度过了一个健康平安的夜晚，相信各位都收到了新年祝福了，对不对？再一次期待各位跟一博下次见面，打个广告吧，一会儿就要更新两集了。风起洛阳，不要忘记今天晚上有新的剧情，里面有百里红以王一博，谢谢，谢谢王一博，下次见喽，谢谢一博，谢谢，辛苦了。